要会卷过一块儿，要压下去，我拉下去，感觉要帮我抬死。走。多客气啊！你应该不要录像，不要在录摄像机。摄像，摄像机吹吹。摄像机不好带，吹吹。那你不那那什么的？这不就是小摄像机？啊，都和摄像机一样。基本上和摄像机是一样的。在我这多少钱？我。招了回去，给领导汇报工作。